有限，一定要抓住机会。叶娜，老子维持吧。可恶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打成这个样子？你们两个就不能老老实实听我的吗？提安娜，控制你的力量，回忆起我教你的。神者，变化之极，妙万物之为也，不可以形结者也。太虚见血，神韵。失败者，谢谢你，提安娜。绿者就交给我了。幻境即将解除，你回去吧。这一次大概是永别了。等一下，班长，应该还有其他办法。或许吧。但这是我的使命。所谓的生，无法接受。把班长还给我。赤原仙人，我没有说谎。我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和欺骗。绝对不会欺骗你，丽雪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信任我的人也都被我殃及。我很强大，不用担心殃及到我。无论怎么努力，我都挡不住岁月的流逝。最后，我还是孤单一人。我不会让你。破坏的话，又死的，那我就再打爆他一次。想从我身边逃走，门都没有。